啊鱼啊没有啊鱼头啊，任何的菜你都可以放上一勺，就是地地道道的麻辣味哈。平时你炒一盆外出旅游携带到在外面吃也好方便哦，而且非常的好吃哈。上次我炒的嫩吃头带起出去一顿就吃完了，想要我的同款嫩吃料的话左下角可以拍哟。